Ya.闺女，爹对不住你，爹能想的办法都用了，但是梅三少说，他不想看见我，让我走。爹也想了，儿大不由娘，爹不连累你。爹，我们一起走。不，但你跟梅三少这走。小宝，我们还是尽快离开青州城吧，免得南霸天他一直纠缠不休。这世界这么大，总有咱俩的容身之处。那我们就找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，给你生一堆小包子和小饺子。嗯，那咱们就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天了。哎呀，你别闹，我们还要去跟小丸子和梅三少打个招呼呢。走吧。哎，丸子。哎，收藏。不是，怎么了，老何？何大叔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还哭了？丸子，你当真不再见梅三少了吗？我不想做那个让他看见就痛苦的人。你自己一个人喝闷酒多无聊啊，我陪你。这个具体的事情呢，我也都听说了，你也不用啊。不是，你一直在这喝酒有什么用啊？要我说，你就直接把那杀人真凶揪出来，杀他呀。这些年，我一直都在找这些线索。到现在，陈老店姓范的都死了，我还是没有找到杀我娘的凶手。我真后悔，我当年为什么看不清那个拿着拐杖杀我娘的凶手？拿着拐杖的人，你是说？杀你娘的人，拄拐。我记得，我这辈子都记得。他那上面镶了一颗宝石，就那么狠狠地砸在我娘的身上。等等，你说那拐杖，我认识。你认识？南霸天，
为什么那姓范的会躲在山寨里，何一指就把消息给了蓬莱赌坊，然后这南霸天就带着凶手去刺杀五娘。10年前他为掩人耳目把宝石取了下来，知道这件事的人确实不多。南霸天，我要你生不如死。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现在陈老爹和姓范的都已经死了，梅三少过不了多久就会查到债主你的身上。你说什么？债主你就不要再装了，10年前你与那二位的事